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来我是老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、这个系列啊，来谈一个大家一定拢会感觉非常非常认同的一个地方，叫做“生命的苦衷”。今是要来跟大家分享，每一个人拢有苦衷。世间有甚么人无苦衷？无啦，每一个人拢总有伊的苦衷。 夸中都是讲不出来的秘密，未当讲，唔敢讲。每一个人拢有，只人讲叫做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”有個人。我等下逐个查甫咧招招讲，会惊哦，铁佗哦，诶，娶、喔欸、你某来去哦，逐个出来铁佗哦。我歹势啊，我最近啊正无闲啊咧，啊，正无闲要创啥啦？啊，无啦，无啦，无啦，都以后啦，以后啦，以后啦,啦。其实有夸中唔敢讲，对不？你太听听来当主了嘛。 你哦，卖甲你爱查甫，你你卖你爱，你爱即几个查甫人常常咧斗阵啦，啊！我脚退呀，你要你毋好，你就较少甲因斗阵咧。即种话你敢讲出来？哦？你比如你甲你少成功，阿歹势咧，阮冇讲叫我卖甲你斗阵，你即个话你讲得出来？你讲不出来，即就是夸张，对无？所以每一个人性命中，伊拢有一寡夸张，对无？有当啊，你又讲，诶、欸，那什么，来哦，叫来阮兜佚佗哦，啊，来阮请啦，哇，我会夸张。 哦，有那那朋友咧办到，讲我，诶、欸，阮娶新妇啊，捞什么来拢弄来咧，我请，我请，我夸张、啊啊、啦！我阿妹呐，歹势，我讲拄无用，我讲要录影啦，啊歹势啦，嘿，啊玲讲有机会啦，歹、啊、势，歹势，歹势，甲你恭喜啦！哦、啊，我红包我交到好人吼，啊歹势，我实在无法度、啊，我、啊、我夸张，是毋夸张？我四个囡仔哩咧，我四个囡仔个，我阮某，敢若阮六个坐着咧，人占一桌了一刀去啊！我好意思哦。 人是客气，讲啊！你囡仔著娶来，啊。我真正我好当我囡仔娶去哦。啊，规家伙要坐嘞，你啊，迄倒落要占去啊！人现场现了毋知了，偌这去啊，难歹势这嘛是一种考卷，是毋是？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体检拢有伊的考卷，体检拢有伊讲袂出来物件啊。有人考卷可能是疾病。 伊可能有一寡疾病，歹势讲出来，迄可能有伊的苦衷。有人的苦衷是经济，有人的苦衷可能是厝的人，有某一的人，可能有一寡伊无方便人的，可能知影物件。古早时厝的围围巾仔有小二芭比，迄爸母毋敢带出来。隔壁问讲，哎，姨，哇，恁囝仔咧最近好无？”我毋敢讲。 吼，毋、哦、敢讲，因为可能伊会囡仔小二爸比，伊惊人会甲批评，伊毋敢讲啊。啊，可能人讲，哎、欸，阿林哥，敢毋是最近博士倒来啊？哇、哦，阿你一个月吼、哦，一定趁真侪钱吼、哦。哇，一粒感冒塌咧喙嘴，有人家咧夸张，因为即马康亏真歹做。虽然读博士倒倒来，咱投资过六百万，到即马出来趁无四万，让人家咧夸张。 当隔壁讲，哎呦，我恁那破书登啊，一个唔知赚了过了十万，哇，那唔知安边阿讲，因为那根本讲讲出来了，江湖民主有夸张无？有夸张？这实在是恁认真去看，这个世间无一个人，伊是无夸张嘅。啊，我啊拄到即个讲，啊，我夸张就是我啷个说梦话，一切 B B 在说梦话，就啷个讲出来，好，这实在是。 最好笑的代志，每一一个人的生命拢有一不完美的部分，每一一个人的生活中，加减拢有第一个环境、迄、那个处境中间，有当系拄好卡掉咧、卡掉咧。迄位囡仔做事真乖，结果即马变成叛逆，亲戚朋友大家印象我，哎呦，你囡仔足乖咧，哇，即马读最好的学校，妈妈唔敢讲，其是这个囡仔，即马已经无去校，去校加休学啊。 妈妈唔敢讲，苦状。哦，啊日本嘛发生真实的代事，去上班做红丝透露日本经济歹的时候，上班做红丝透露。但是听讲我呐无透老母的烦恼，无透露太太烦恼，啊无透露唔敢讲，啊变安怎？嘛是日日照常卡饭早餐食了，讲然后出去外面公园咧屙屁屎，去街边听下底下的 这几工，坐甲下班时间到啊，我倒来。啊，你讲你若毋讲？我有苦衷，因为我那万一讲了，规家伙仔逐个压力拢诚大。啊，我讲嘛未解决问题。哦，因为我讲出来，难道我讲出来都空快吗？嘛是共款，无空快。啊，不如我一个人痛苦都好。哦，我们去制造别人的痛苦，我家己担都好啊。夸张，伊业苦衷。 在台湾的社会真济查某人，伊明明知样讲伊的身世分外清，外面有查某人，伊都唔敢去聊交。伊是安怎？他有伊的？考张。啊，什么考张？得佮高丽就好啊。做大一个夸张。哦，什么夸张？因为因翁是做出名的人。你有咩了解无？佮做大夸张呢？尹安是政治人物，哦，尹安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。 因行是都间某间大公司的董事长，人银行是即个上有影响，然后影响力的人发生即种代志，银行无面子，伊也无面子，所以吞论毋敢讲，即、這个叫做夸张。亲、這、爱、個、朋友，即、這个世间，真侪真侪人有足大的痛苦，是伊毋敢讲出来。有人其实对囡仔真不满，伊毋敢讲。 伊毋敢批评，即有伊个苦衷。有真侪人人际关系，其实是真大个问题，但是伊毋敢讲，因为伊有伊个苦衷。有个人吃闷亏啦，哦，吃亏伊也毋敢讲，因为伊有伊个苦衷。咱今日个社会，无论你是基层个朋友，无论你是中山改革个朋友， 迄只身体，你是金字塔上顶观战，大头家、大好家人，你拢有你诶，苦衷对无？你若无苦衷，你毋免去卡批，想啊。底现金，如这边甲总统府，敢毋是安尼？亲爱的朋友啊，你讲你无苦衷吗？有甚么人欢喜？甘愿孤落伊安尼望欺负人诶？无，世个无种人，有种人,中人你紧介绍我熟悉无啦。 所以我想每一人加加减减，无论汝是甚物人，哦，咱拢有咱嘅苦衷。啊。所以咱人我伫即个世间难免拢会有一寡属于咱私人嘅秘密啊。汝知啊？人安怎会有苦衷？因为人毋是透明嘅，并毋是我所有诶代志，拢总会当互汝了解。 这个世间有有一个代志是叫做个人隐私。我一个探外车，这冤倒的代志，我唔免甲你讲。我一个开外车，这是我代志，我唔免甲你讲。啊，我钱动开到倒位去，这是我代志，我唔免甲你讲。基本上，世间上的每一个人，伊拢有权利保持某一个程度的秘密，是。 若属于伊义，伊毋免甲别人讲，但是有时阵，都是会有人侵犯到即个范围。但是有时阵，你著是家己无法度保佑即个秘密，这個、就变作你的苦衷、啊。啊，我平会讲啊，袂啦，留神我拢袂咧，我拢唔免，我都我拢无隐私啦。 吼、哦！我都看即个趁偌济，开偌济，开去倒位吼，我拢无使起来哦，我拢无使起来。即一切吼，我拢公开的啦。我即个人我无考种啦。我请教，为什么你要公开？难道即毋是你的考种吗？若有一个比如讲，我经济拢公开，我即个趁偌济，阮冇拢总知。安尼，依我看，即著是你的考种咧。 哦，前庄你开的每一家银行，你恁太太报告，哎，讲我都很公开，我都没有什么苦衷，这都是你的夸张，你开放听无啊？哦，你高不离三种哩，对无？你都无法度有你家己的经济独立权、啊啊。啊，我太太嘛是讲法，啊，他说我足可怜，啊，阮那逐家拢趁无够开，哦，我根本都无法度有我家己的经济的独立权，这都是一用夸张，什么夸张都趁无够。 啊！啥物夸张？可能是贪污高，但是互相无信任嘛。我太太是安尼哦，我太太毋是钱趁无够哦，我太太是咧讲钱拢甲拿摕出来，恁做乜管到好？恁这查甫人哦，那底下有两角银尔，你著甲我做鬼做怪啊！你叫是怪毋知啊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！阿、啊、哥来解释讲，不要以为女人那么好骗，我告诉你，你弄什么把戏，我都知道啊！这跟他连续剧共款，也毋是连续剧。 现实生活中很多很多，得搬一出的是足侪足侪，夸张啊！咱无互人信任嘛是一种夸张啦，啊！所以每一个人拢有伊的夸张，拢有伊的夸张。出片完毕，下个节目等下再继续过来讲。 环境当内流三么节目，人人都有可奖。即、这个世界无完美，有当个你好，别人就无好；为着别人好，只有你牺牲，即、这个是可奖。哦，每一个人，活伫即个世间，拢会用了解一点，就是无可能凡事照你的意思，安尼即就是可奖。咱那可奖是什咪？咱那可奖都是只要两个步，咱绝对活袂落去啊！ 他不会让你活得下去的，你相信我，哦。所以，做这人、外遇人，想让罗伯东会情痛苦，你有了解无？哦，揣世界你莫动作公司，我开换的代志呢。迄拄开始，家己动作正开啊，迄就是完全无了解。哦，伊无了解讲啦，两个查某人，那去避面的时阵，这实在是比第三处世界大战要搁较恐怖。这首先哦，无较假，所以小小你知无？ 你千万不要搞什么婚外情、外遇，一世界足歹看，我你讲。哦，查甫人嘅苦衷，我甲你讲一堆。查甫人嘅苦衷，就是你嘅心是足爱真济查甫人。查甫人嘅苦衷，就是你五万你嘅生命中，你要外济查甫人都外济查甫人，但是问题查甫人伊未互你称心如意，这就是查甫人嘅苦衷。咁听懂，啊，基本上咱人真正是足忧患嘅啦。哦，你想咩呢？ 但是事实常常是无可能啦，哦，啊，查某人嘅夸张是啥物？查某人夸张就是讲，阮哪能我要买啥物，伊互我买啥物，安尼我,、啊、我就会快乐啊。但是查甫人未允准你做种小代志啦，哦，所以这是查某人嘅夸张啦。我好想买，我好想买，我买顾我在，对不？我买的時候，时我才有感觉，我又是有价值的啊。最爱买物件，哦。但是查甫人讲，吼、哦，我受不了，人家购物狂，哦。 咱查甫人是足讨厌去世界买物件，所以每一个角色都有迄个角色嘅课程，每一个职业会有迄个职业嘅课程，吼，每一个位置位置好有伊嘅课程，男有男嘅课程，女有女嘅课程，啊，囡仔有囡仔嘅课程，老人也有老人嘅课程，好嘢人。 甲三千人，拢有无共款的苦衷，所以即个世界，你若对即个角度来看，咱会当来笑笑话讲，个不离要公平哦，啊，不离要公平哦，每一个人拢有伊的苦衷啦，无法度啦，迄个无法度照你家己的意思来，因为在苦衷，所以即个世界会进步的知无，上帝用阮每一个人。 面对家己诶考卷，目的就是讲，唔忘即个世界，伫即个无完美诶中间，互咱人伫遮会通来学习，来学习沟通，来学习思考问题诶深度，来学习超然解决问题诶能力。所以，即、这个考卷到最后，拢总嘅变做是一个祝福。但是，咱人因为无了解。 正一个人讲一句话，讲我是有够歹命的人，你较好命啦，我无像你啦，啊，我某若像恁某，安尼著好啊啦。咱常常安尼在比较，啊，阮囝若像恁囝安尼著好啊，啊，阮某若像恁某安尼著好啊像好好啦。即拢讲小话，你叫是迄种安伊，迄、那个某著无考上哦。你叫是伊迄个囝伊著无考上哦。哎、喔，拢有嘛，拢有啦，哦。所以，每一个人爱承认。 咱必须要面对咱家己生命中诶问题。每一个人也去承认，这个世界无可能万行书照你诶意思去做。每一个人也拢爱来承认，咱无能力通来主宰这个世界。哦，每一個人也拢我来承认。其实，有夸张即件代志，是会帮助咱诶生命变加更加趣味。 帮助咱的生命会通做较侪成长，所以今日节目嘅结论就是讲，请大家唔好卖完，吼，你不要排斥，你好想气讲啊，即、这个科中，因为既然甲你当甲你讲叫做你嘅科中，就代表你即么无法度解决，吼。但是后一集学时，老师要甲你解释为什迄个代志会变做你嘅科中？ 为什么你呢无法解决这个问题？然后呢，我们继续去跟你解说。解釋说讲，你要分得清楚，有的课章是真正暂时无法度处理，但是其实有足侪课章是你家己的想法去拍夹。所以我咧讲，潮讲有的课章是真的，有的课章是假，的，有的课章其实你一旦解决，只是你唔知道要怎麼解决，你未晓解决，所以你可能修苦真多年。 但是其实都无法度通改变的。当然，咱也透过即个过程中间，咱也来思考，相对使用这个环境，互咱人有啥物款的改变，互咱人有啥物款的成长。所以人活嘞吼，是一件足趣味、足趣味的代志。我嘛，毋妈讲，你若有机会，家己来认真思考，你目前你生命中的苦中调到底是什咪？ 因为一个人连己嘅苦衷是咩，伊都唔知。佢今日想讲，啊，我做紧苦啊，我活我真很痛苦。啊，你为什么痛苦？我嘛唔知道。啊，呢你就真正冇有通解。你每当去看医生，医生讲，啊，你今晚来找我是什么情形？哦、啊，你把倒听头听、啊，我唔知道，我都是未爽快。啊，都未爽快，我嘛唔知道。你阿你叫佢做咩？开药啦。你话只句啊，讲，一个头，一个卡，一个尾，呢？消化功能是什乜所在咧？哦，啊，所以讲。 了解家己人生的痛苦的来源是啥物，即个真要紧。了解家己即啊，多一个部分，带互你真大的困扰，你即个你应该知影。所以，即拢是即个系列，老三万忙为大家来服务的所在。万忙逐家后一集继续准时来收看。人人拢有课程，但是课程对对来呢，后一集继续收看，多、就、谢、是。 无讲袂爽快吼，哎，即摆足济人拢去大陆做生意吼。那讲到中国大陆啊，大家拢正敖讲哦。但是你敢毋知影吼？做生意的遮物件吼，甲做木梳的遮物件是无啥共款。来，今天邀请一位我那有咧走大陆木梳，先自我介绍一下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啊，中央国中大门口迄、那个教的蔡木梳。嗯，啊，蔡木梳常常咧走。 大陆安尼吼，啊，咱即摆知影讲，你即摆走大陆嘅生意人家济吼，嗯、但咱听到嘅生意人家拢食真好嘛，对不对,對？但是你讲你做无书记，嗯、你讲到宣教，你若去较庄家所在，迄是咪食嘅物件，甲台湾足无同款，啊，甲咱大家伫媒体看到即个吼，什么台商食嘅物件，迄<對>应该真大嘅差别，你分享一下。哦，迄就真大嘅差别。呃，我伫北方啦，哈，东北、欸、啊，伫农村。 嗯，啊！在阿咧地山的时阵是含因个人带做伙食同款的物件，所以无餐厅，无餐厅，无咧揣讲无事，咱咧餐厅食无这款啊。家己煮的，讲家己煮的，真靠人家己煮的。哎，这我食啥？我做伙去。那那做真实啦。哈。哦，因食大部分拢是食菜色啦，较无吧？OK，食米粉、食菜色，健康啊，对，健康。阿肉足少足少。嗯，因为因的平均的生活水准就是安尼啦。是是是是，啊啊因咧咧煮菜是，我那。 足济行也是讲，只一卡汤，一卡汤，哦，只一卡汤哦。对对对对。无像咱什么四菜一汤、五菜一汤，大鼎。像咱以前台湾吼，四五十年前咧做哦底价诶种大鼎。你咪讲话歹听，你是咧？啊，因为伊宿舍人做伙食嘛。对。哦，你咧底选着就我大家来上课，来你家培训嘛。对，七八十来做伙食。系啊，啊宿舍人食咱讲大锅饭嘛。对对对对。哎，菜嘛，哎，其实要煮七十人样菜，要煮到要死去。啊，完结哩啊，哈，呃。 蒸两三日还没做一<嘿>啊！我看食的时吼，啊边上有人吼食无款啊我讲，诶<麼>，恁、欸、也款，嘿，伊讲，啊阮是恁南方来吼，嘿，无咧食这啦，啊、好好好我讲，嘿是爱食啊，哦，所有拢 弄不住个哟，弄不住个，最少千几千只。生菜沙拉，啊！我讲无沙拉，讲生菜，生菜，哈哈哈哈无美奶滋啦哈。所以拢拢食啥物呢？番茄、胡萝卜，食青青菜啦哈，小白菜啦哈，啊萝卜有啦哈，嗯，啊番麦是有杀过，嗯，所以大部分诶青菜哈，叶菜类拢参加。哎，青菜伊无问啥物？有，因问咧吼，因隔夜煮了，因隔夜煮了。 哎，我嘛唔知迄是啥物物件。但是你咧酱料你食迄个迄种咸咸、少种咸咸。像咱台湾的味无啥。像咱辣椒酱，但是比咱辣椒酱较袂莶，但是较咸。哦，像咧江山辣椒酱迄种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较咸，啊，较袂啊咸。哦。啊，迄顿我就讲，哦，安尼我嘛要食这。嘿。伊讲，真像有影哦，你爱食这哦。嗯。安尼好，后一顿川这互你食。嘿。哎，结果我那对个人去当了食，当下拢老衰。 真正胃痛了无用，迄未看起。没关系，嗯，饮食关系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三顿拢炒不多食到同款的物件。差不多，逐顿拢食嘿。哦，无啥变化。无变化。哦，啊，因因讲迄拢应该正的。啊，当当然啦，迄拢一定拢正。啊，拢不容易的。对对对对，拢正健康的啦。哦，做健康。哦，对。但是因像安尼的节准咱才讲。 有通啊北邊吼天气较涼吼，因咁无，你哋像香港人，我食一啲啊，包煲，咩汤安尼。因咁嗰种特色，无。无。足简单。所以食物件其实农村啦吼，因一般老百姓农村的生活食物件是食较足简单。嘅，食足简单，阿量食足大，啊足簡單嘅物件，嘿，對對對，都當飯湯對，當足愛食飯㗎啦，對。對對對啊食迄个菜色，啊足愛食饭，食足多，安尼。 彩虹食飞白，含迄个小姐也未出嫁，吼、啊，拢食、哦、到咱看咧会惊，吓<怕>，吓咧<呵>会惊。迄已经，咱的文化已经，<多>啊身材都做瘦咯，做苗条哦，啊拢食做最。哦、所以迄种文化，你去诶时候，你也感觉讲，你敢新华，所以你感受着迄种文化，真正很足无感款嘛。足像咱五十年前的台湾啦，哦、啊，我感觉足亲切啦，大概是比我年会大。啊，啊，所以像因那里见那里。 即个平常时啊，是不是我那像咱台湾仔其中敢那过年过节，比口口大鱼大虾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平常时啊，拢食较做简单嘞。哎，对。啊，因为我是较内陆啦，所以啊，鱼是较无啦，海产无。哦哦哦。连海产也无哦。海产啦。啊，鱼拢是迄落，鱼拢是迄落江江水鱼啊。哦。所以哦，真正啊，你就看讲咱台湾社讲朋友啊，咱大家伫台湾社足好命。嗯。你若真有有机会吼，你大陆你莫对个什么大商，迄种食甲台湾同款嘞。 咱对蔡伯叔吼，嗯嗯、去一个吼比较比较偏僻的所在，真正是比人个农村，你看人家过什么生活，你看人安怎食，嗯、你看人安怎生活，人家透早都起床的，体会起来，我那袂歹啦，嗯、哦，好啦，多谢大家，感谢蔡伯叔，谢谢。